报贴你甲囡仔啦，就惊死吼，甲阿玲离婚啦。你最爱你的囡仔，我嘛最爱我的囡仔，退回去。欧巴桑啊，你敢有感谢一个人？要用30000块来买我的婚姻？这个钱会不会太少了？泰剧《我的婆婆》怎么那么可爱而重？钟欣凌不忍心杨明威帮别人养小孩，想用支票让永兔离开。这是我头一次让你给我看外国音啊呢？不是外国音啊，已经保护到跟你同款的。我有传一挂物件给音啊啦，哎呦，嘿，来，有这啦，牡蛎吹啊。阿豪，维多多啦，好贼啦，难过啦。哎呀，对这个收藏啊，那有机票不啊嘞？你提这要创啥啦？报贴你甲婴儿啦，就惊死吼，甲阿玲离婚啦。我著爱你的字是咧创啥啦？金奖杯是金母鸡耶。天天下金蛋，离婚就完蛋，拜托了，放生呐、啊，放生金母鸡哦，放生阿玲啦，我已经给伊一条路啊，就是开金奖杯，伊的银行内底就是伊人生中头一个超过20000块嘞，歪理，我点名收回来哦，歹势袂用钱，当初是你家己坚持要签约。妈。我还是要叫你一声妈，因为我甲苏炳仁讲好啊，阮会维持这个婚姻。你唔猜啦，你咧甲伊拔条条，会害伊老以后无？太棒上去，听到天机的人，早刚来就会抓起来。大妹啊，我是想讲。我家你收啦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你收啦！你免阁讲啊，你最爱你的囡仔，我嘛最爱我的囡仔，退回去。欧巴桑啊，你敢有感谢一个人？要用30000块来买我的婚姻，我一天的营业额就超过10000块。无啊，我都卖嘛贵乎你嘛。